同学，请看慧灯菩萨寄诵的第九首：一佛威神故，出现诸菩萨，佛力所加持，普见诸如来。幕后的两首啊，是赞叹这些菩萨们得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第九首呢，是指华藏世界啊，一切诸佛菩萨。最后一首啊，是指十方世界啊，就是他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加持啊，所以我在前面常说啊，我们的心跟佛的心相同，我们的愿跟佛愿相同，我们的行为跟佛的行为相同，怎么会不得加持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不得加持，你一定有私心。你一定啊，夹杂不善啊，跟诸佛、跟神圣不能相应嘛。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所以人通此心嘛，心通此理。推己及人，我们反省，好好想想，有这么一个人这样真诚对待我，我怎么会不接受呢？我怎么会不被感动呢？我如是，今天我以这样真诚对待别人，我们深深相信别人会被感动啊。众神都会被感动。我们先看这一首啊，这一首是华藏世界的。华藏世界是个大世界。这个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啊，到后面我们会读到华藏世界品啊，在这个里面佛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这两个世界是同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啊，华藏世界像一个高楼一样，二十层啊，二十层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同在一层啊，第十三层啊。我们去极乐地区不是很远的啊，但是在大世界里面没有远近，没有生灭，没有来去啊，这个道理很深，我们前面讲过，往后还会有多次的重复啊，这个是佛经教学殊胜之处。一遍两遍十遍八遍不能误入没有关系，后面
还有百遍千遍。其目的无非是帮助我们悟儒而已啊。佛不是只说一遍以后不再说了，常常重复啊，苦口婆心，慈悲到了极处啊。经文这是接着的，依佛为神故啊，出现诸菩萨，这两句话所说的，我们在前面都见到了。我们见到佛光中化佛，菩萨光中化菩萨，数量都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经文里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数量之多，世界海为尘数，不是佛在一般大乘经上常讲的恒河沙数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读到这一句啊，佛讲这个数量之大了，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华严上不是的，没有看到恒河沙数啊，你所看到的是微尘数，极微尘数，世界微尘数啊，这个世界海微尘数啊，佛刹微尘数。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这个数字，用这些来形容啊，我们在华严下了这些年功夫，有收获啊。为什么呢？佛这些境界，我逐渐逐渐的能体会得到了，绝对不是在文字上，不是文字之间，渐渐能体会到。所以为什么这样欢喜读经？我从方先生介绍佛法给我，到今年50年了，26岁，认识方老师，今年76岁。50年当中啊，没有一天离开经院。你要问，为什么喜欢读经？为什么喜欢讲经？方先生的一句话：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事出世间一切的娱乐比不上这个快乐，很可惜你没有能尝到。为什么没有尝到？你根本就没有去尝嘛，你怎么能知味呢？你尝到了啊，你才能知味啊。这里头真舍智慧这个智慧
能够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怎么不快乐？这真舍受用啊！方老师晚年在台湾大学辅仁大学博士班开课开佛学在台大开的是魏晋佛学、隋唐佛学，在辅仁开的是华严哲学。他享受到了，他才能说得出这一句话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不容易说出来。他老人家这句话，我把他证明了，千真万确。世间最快乐的事情，无过于此啊！真正的快乐要落实。你要是学了不能落实，味道你尝不到啊。念念真实，没有一丝毫虚伪。诸位要晓得，虚伪很痛苦啊！真诚快乐，妄语两舌很痛苦啊！现前受良心责备啊，你欺骗别人，尤其欺骗一个善良的人，半夜睡觉清醒过来，想想，哎，错了。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那有些人做的这个卧室根本自己就不会去想，那什么原因？麻木不仁。你要记住，他还是有良心发现的那一天，也许不在这一生，在来世，在后生，这个事情我完全肯定承认，人决定不是一世啊，人有前世，人有后世，六道轮回是宇宙间的事实现象啊，这个不是迷信啊。你要把它看作迷信啊，那你完全错了。是事实真相。你看看现在在外国，我听说中国也有。在外国现在是最普遍的是催眠术。最近有一位从加拿大来的三个同学，从加拿大了到澳洲来看我，告诉我他在美国接受过催眠，他自己本人接受过，催眠里面说出他前身的事情，现在催眠都有录音了，催眠醒来的时候
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放开录音给他看，给他听。他在催眠当中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这些话，所说出来的时候那些境界，前世的。美国现在这个做得很普遍，这种记录很多，一点都不假了。所以挽救今天这个世界，什么方法最重要呢？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的，今天不要再讲儒家教育了，好，来不及了，也不要讲佛家教育了，都来不及了。印祖提倡的是因果教育，叫你真正明了，你有前生有后世，你的所作所为，你要对你自己的命运，对你的来生负责任。这种教学真的是叫一针见血。他用什么做教科书呢？他老人家用了三种，我遵循呢。第一个，了凡四训。他老人家一生流通，我接受了，我明白了，我踏着他的业绩发扬光大了。我是普遍的宣扬，现在做成两套电视连续剧的光碟，大量在全世界流通。你看了之后，你就相信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们这一生所遇到的这些境界啊，果报可能是前生的因啊，也可能是这一生早年种的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断恶修善的改造自己的命运啊，能转呢、啊、我自己的命运转过来了，我转的成绩超过了凡先生十倍百倍都不止。因为他亲近云谷禅师时间短了，云谷禅师跟他讲的不多，他知道的不够透彻。我过去跟张家大师三年了，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了，这么多年来的时候，天天都没有间断的在读诵大乘。我了解的透彻，我转的彻底，我的效果比他殊胜了。这是什么？受印光大师的影响，受印光大师的教诲。这第一门叫你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真相。第二本书呢，《太上感应篇汇编》。
本书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叫我们明了善恶，善恶的标准。你看大师不用戒律，用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常常读诵，常常研究，你才晓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现在中国农历年快到了，许多人都寄贺年卡了，都嘱咐啊，年年如意啊，岁岁平安啊。早年我在台湾，我跟一个老居士赵默林老居士说过，赵老居士都不在了，这个两句是果报啊，人人都想得到的，果必有因。如果你不修因，你祈求这个果报，你还是一场空啊，你怎么会得到这个果报啊？种善因得善果，这个两句话是善果。善因是什么呢？诸恶莫作，你就岁岁平安。诸恶莫作是因啊，岁岁平安是果报啊。众善奉行，你年年就如意了。众善奉行是因啊，年年如意是果啊。我说你的贺年卡了要写四句啊。那时候赵老听到很欢喜啊，哎，都是法师，你这个话有道理，有道理啊！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帮助人啊，提醒他种善因得善果。我们讲话是真话。不是恭维人，不是欺骗人，是希望你真正得福，消灾免难。你这个心才是真正慈悲心，才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心。印祖教导我们第三部书呢是《安世全书》，周安世居士编辑的，他这个里面有四种，所以称之为全书。第一种是文昌帝君因之文，有详细的注解。文昌帝君因之文的内容跟太上感应篇的性质完全相同，都是讲善恶的标准。好啊，这些东西过去我们都曾经讲过可能还有录音带保留那个时候早年我们还没有录像的设备好像有录音带。这一部书呢占全书分量的一半二分之一。由此可知周安世对这个
这个因果教学重视啊。第二篇，万善仙子，他这个书名啊，万善仙子，内容是专门讲戒杀放生，一切罪业杀业最重啊，不能够杀害众生呢，杀害众生，果报不得了啊！佛门里面常讲啊，你吃他半斤呢，你来生要还他八两啊！哪有白吃的？你吃的多。你还得多佛劝人素食很有道理你要是素食没有营养素食不健康从前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们做示范呢我见李老师，李老师69岁，那个身体健康的状况，你要看起来就像40岁的人啊，看不出啊70岁。我看到很受感动，证明啊。我发心吃长寿，而且学他老人家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的。我在慈光图书馆求学的时候，我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了，很正常啊，身体没有毛病啊。那个时候我对身体很重视啊。每年检查一次，一点毛病都没有，放心了。我今天的身体赶得上李老师，可以给大家做证明啊。素食简单，有足够的。养分我到澳洲，澳洲看我是新移民这一次在澳洲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是个印度的老医生去年是他给我检查的今年检查一次告诉我法师啊明年不要来了一点毛病都没有有很多人问我法师你是怎样养生的我告诉他我的生活正常我没有任何娱乐我这么多年来我不看电视我不看报纸我不看杂志这个世间任何什么娱乐场所我从来不去过不去的养清净心心清净
身体就清净，身心清净，我的生活环境就清净。楞严经上佛说得很好，若能转净，则同如来。你们住乱世啊，我住的是清净法界。我们居住虽然在一样啊，感受不相同啊，你们的心是动乱，有恐怖，有忧虑，我没有啊，我的心是安定的啊，是清净的啊。你们这个世界有灾难，我的世界没有灾难。就像《法华经》佛所说的一样，啊，我的国土啊，永远清净的，永远不坏，天人常充满。所以读圣贤书，受圣贤教育，没有别的，转境界，改心思，转境界，你才能得真实受用，得佛力加持。这后两句，佛力所加持，普见诸如来。佛力怎么加持法呢？有明显两种加持。明加是感应，我们自己很清楚，也很明显能够觉察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十方诸佛如来加持，一切众神加持，我感受得到啊。显加呢，就是经教，我每天读经，每天讲经，没有一天离开经典，这是显加了。明显的加持，加持天天有悟处啊，怎么会不欢喜呢？我们再看最后一首，一切众导师无量威神力开悟诸菩萨法界悉周遍。这第一句重要啊，一切众导师，就是讲尽虚空遍法界啊，像前面经文里面所讲的世界微尘海刹土，那个数量啊，是世界微尘海数啊！这些刹土，夜夜刹土，世界微尘数的众生啊，世界微尘数的众导师啊。这个众导师可以作为诸佛如来、诸大菩萨、
诸天神众啊，那就包括各个不同族类里面的圣人、神人，各个不同宗教的神圣，无量威神力，通通加持你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缘分，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不抓住啊，那你是个大傻瓜了。像李老师在《无量寿经梅注》里面我们看到的，非欲即狂，换一句话说，你不是个正常人啊，你是个正常人，那你怎么把这么好的机会呀放过了？你要一生遇不到这个机会，那没有话说。一生当中遇到，你轻易把它放过，没有抓住，你不是愚人就是狂妄啊。李老师讲，非愚即狂啊。要是一个正常人，他一定牢牢地抓住，真的祖师大德们常讲的，放下身心世界，我就抓住这一样。这一样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得一切诸佛神圣威神的加持，你在这个世间你能看出效果。什么效果呢？你得到这个世间的人民普遍的爱戴。为什么这些人见到你生欢喜心？这么多人尊重你，没有别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一切天神啊，一切神圣呢，都加持你啊。道理在此地。我们的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就是这么个心呐、啊，纯真无妄啊。我们的愿，普度众生。普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度是什么？都是帮助啊。真诚清净平等心的，尊重一切众生，敬爱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啊！啊，你真正要帮助，从因上帮助啊，果报才能现前呢、啊。不修因哪来的果报呢？因是什么呢？破迷开悟。所以破迷开悟要教学啊！我们用身教
现身说法，用言教解答他的疑难。格里菲斯大学校长问我，法师，你教学用什么方法？他很有心啊。我教学的方法没有教科书，没有讲义，跟学生们聊天呢，内容海阔天空，解答同学们的疑难。你提出问题来问我，我给你解答，没有问题呢就是下课了。他又问我一句，他说，法师，你在这几十年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你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说好像没有啊。他知道我教学44年了，没有遇到过。最后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好校长啊。我们回到澳洲，常常聚会讨论怎样教学，怎样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个是佛教教学真正的目的，为一切众生服务的重要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其他所有一切项目是附带的劝导众生断恶修善，那是救眼前之急，帮助你改造命运，消灾免难。这个《了凡四训》里头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灾消复来，这句话说得好啊，一断恶灾消了，修善呢复就来了啊，这是眼前的，出不了六道轮回，破迷开悟啊，不但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那个时候你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过一切神圣的生活，那本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境界是一般人没有法子想象的，经常讲不思议解脱境界，它怎么会一样呢？所以我们想建一个弥陀村啊，现在不叫弥陀村了，要建一个多元文化和平村啊。我的目标是希望将来这个和平村里能够居住1000个退休的老人。我这里头有教学，老人天天在学习啊，天天在上课啊，这里面的课程完全适应老人的欢喜啊，你喜欢什么我就会请老师到这边来开这门课
各随所好，这个里面主轴是宗教的教学，宗教是经典的讲解，经典的学习，所以这个村里面有讲堂，佛教的讲堂，有基督教的讲堂，有伊斯兰教的讲堂，看看居民，有信各种不同宗教的，我通通给他建讲堂。天天学习啊，讲堂里面上课，我们通通都有录像啊，从录像用闭路电视放在每一个老人自己住的房间里面啊，你要不愿意到讲堂现场来听，你可以在你自己房间里头打开你的电视啊，因为这个电视都是闭路电视啊，对外不通的，不能够接收外面讯息的啊。那这里面各种宗教的这个讲演都有，你喜欢听哪个宗教，你就按哪个频道。宗教教学啊，宗教教育啊，我们今天要提倡宗教教育啊，只有深入宗教教育，学自己的宗教，也学别人的宗教，互相了解，误会没有了，澄清了啊，歧视没有了，就能够和睦相处啊，就能够生活像一家人一样啊。啊，我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啊，我心目当中呢，先从100个老人做起。啊，我要在这个里头吸收经验啊，这个和平村管理的经验啊，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经验，我先收容100个啊，到第二年呢，我就收容200个啊，第三年呢，我可能收容400个啊，到第五年呢，我就可能收容到600-700个。逐年逐年增加，希望能做到1000个人这样的大团体啊，这个里头各种不同国家的人啊，不同文化啊，不同历史背景的人啊，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啊，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族群，要把它变成一家人啊，相亲相爱，互助合作啊，我们用真诚孝顺心来做啊，百分之百的付出来做，只希望做出这么一个榜样让这个社会大众啊，有心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个地方的老人是在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晚年。我们中国人讲享福啊，晚年是享福啊。啊，我们中年是
为社会服务啊，为众生服务是造福啊，晚年是享福啊。我这个和平村里面还建一个幼稚园，可能我还会建立一个小学啊。这个小学的时候是照顾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接受圣贤教育。我晚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就想呢促成这么一桩事情啊，完全落实儒跟佛的教诲啊，也落实所有宗教典籍里面教导我们的啊，我们希望把它做到。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啊，知道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来给我说。穆斯林《古兰经》里面都讲圣战了，这法师，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能摆平呢？你没有读过《古兰经》啊。你要读过《古兰经》就没有问题了。《古兰经》里面讲的圣战，那是什么样战争呢？是抵抗侵略，而不是侵略别人。别人发动战争来打我们，我们要不要抵抗？抵抗是圣战，不是侵犯别人。所以伊斯兰是爱好和平的，不是好战的啊。变成好战了，那是没有读过古兰经的啊。古兰经里头没有好战啊。我读过古兰经吗？我懂它吗？所以凡是抵抗侵略这种战争，这个叫圣战，绝不是这个发动侵略别人的，不是的，我们不能够错会他的意思。穆斯林是阿拉伯语，语义里面就是和平，他们的宗教教育也是主张大家和睦相处啊。只怪呀，后世的这些信徒们啊，我们佛教信徒也不例外啊，只学习宗教的仪式外表这个形象，内容完全脱节了，错了啊！所以就产生了偏见，产生了门户之见，排斥别人，不能容纳别人，过失发生在这里。